这个停车场，地铁站上上面出口下来啊、哦，走过来，这里这家 Catcher Day 猫咪咖啡店。很像很多人呐、啊，一来就看到一只猫咪了。喵，睡死不理人了。因为我们没有提早预约，所以来了，他现在客满了，要等一下，等半个小时左右才能进去了。外面好好多人在等，里面客满。这猫咪咖啡店好多猫咪在。直接躺在家桌子上了，多大牌啊！他们买那个饲料来喂猫咪，他们就准备吃了。有东西喂，他们就会等着。这就是猫咪店，超多猫咪的。看不到，那边都是猫咪在吐舌头的。那这边猫咪都不怕人的，都可以随便猫。但是呢，来的话一定要先，最好是先预约啊，不然要等很久。而且这边东西也不贵，假如外面有人等的话呢，他就会说最多一个半小时。那假如没有人等的话，你随便坐多久都可以。对，很多人都来这拍照，而且还可以付钱喂猫咪，但是我没有付钱喂，太多人在喂了。